Hello， 大家继续绝对还 D N。好，上次讲到咧喺呢一个嘅呢个咩阵话唔记得咗，吉紧市咁就有个研究员就话喺个暗黑洞穴度咧就有两个火箭兵团唔知进行啲咩交易，一啲非法交易咁样啦。咁喺呢一度嚟嘅，系啊，呢个系咪研究员啊？唔记得咗咯。我话我只系为咗大家安全咧，先将呢个洞口封住嘅啫。直接喺度扮傻啦！你真系当我黐线，真系傻喎！咩作甚啊？边个做翻次好人都唔得啊？扮啦，继续扮啦，一定有古怪入边。如果唔系咁紧张做咩啊？等佢走啊，盾甲龙！哇，有攻击，直接攻击个人。急轰炸嘅训练师睇嚟咧，老虎唔发威，当我病猫喎。嘈咩嘈？唔好好挡路啊！阵间又要俾你阿迪娜大人闹啦。啲训练家想走过去啊！我点可以咧等佢哋破坏我哋火箭兵团实验噶？我哋扮好人只可以扮到呢度啦，终于露出本性啦嘛！果然不出我所料啊，件事有古怪，有边个交俾你咧？我话会唔会又系廿几咧噶？哦，好在我先系廿几咧啫。哇，鬼火，好用食兽，咸食啦，剑王。我大镬啦，阿铺毒粉啊，唔系喎，佢毒下你个黐线，光合作用，好光合作用，唔知啦，靓波，好狼犬，飞快刀，飞，好搞掂，我哋居然俾呢班靓仔做低咗，但系佢哋唔系一般嘅训练师喎，快啲报告阿典娜，阿典娜火箭兵团高层。追上去睇一定有啲咩奇怪嘅，会使用闪光技能，小心啲我入去啦。我冇闪光技能，唔使啦，都睇到啦。因为 原本佢绝对玩队友班咗就已经系有条罅仔俾人睇。哇，唔系我回个血先呢度。好，同埋咧，其实我想知道有冇人有呢、這个，即系有用开呢个模拟器啦。呢、这、一个咧，其实我想教咧，佢个两个 mon 咧分开，因为个画面上咧，我唔想佢黐埋一齐。唔知道大家有冇即系知唔知呢个点样做？我就唔清楚，揾咗好耐都唔系好识点样整，系啦。咁如果大家知道，可以话俾我听，帮帮忙系啦。好，睇先，用岩虫。哇，人都唔见埋我而家，呢个边个嚟噶？坚硬嘅岩石，我真系睇唔到系啲咩坚硬岩石，岩石人影都唔见多谢。好，好，你出翻嚟啦，我人呢度火箭兵团，睇嚟喺度咧埋伏系正確嘅，超音符去死，王伟劲嘅招预测噶，泥浆爆弹，王伟招正啦。咩放泥呢啲垃圾技 ，30% 命中下降，唔要玩水啊嘛？好 ，OK， 好，呢度行咯，喺边度跳落去啊？我都唔知道，我都唔知点解，哇，望下历史喎，哎呀，好，系咪跳落去啊？哇，好多怪！哎呀呀！呢度有件，我真系冇谂到咧，呢一种山入面咧，居然有训练师，咁啊对唔住啦。车过嚟多咯，哇有加，飞快刀，哇不易打，无球飞快刀，哇唔惊啊！魔法叶片啊，学啦，但唔系喎。容易发动会心呢、這个咧必中技，咁要必中技啊！车过好，我一出嚟又打过，唔好意思啊，此路不通哦、啊。哇，但系我冇晒技，换重先，好泥抽，哇咁都中毒，呢只照用地面啦、啊。哦，好劲啊！我只泥鳅，好执嘢先。金果树，
黄金果，又系黄金果。下啲又大量有灵啊，排除一切咧妨碍实验嘅阻碍者，接受虐待。哇大镬，泡沫，哇喷俾你追打，大镬可能会输添。哇同归于尽，死仔包啊，要死添。一掌拍死咗我佢，唔紧要啦吓。好，同埋我都要翻翻去旧城镇嗰度执翻啲道具，又要再行过点条路。好，继续。泡沫，哇，佢反伤果嚟，佢粒。月桂叶啦，我没有命中。好，换翻做月桂叶先呢度。哇，咁多人呢度。出自明月光，乜乜死光光，呢个就系你嘅下场。长臂叶，哇马威，偷袭呢招啊！好嚟啦，好嘅搞事者，走。烂啊！好啊，呢个回血先，冰牙，哇提升，加速特性，哇加速特性即加正反，犀利喎！魔法叶片啊，屌！哇好痛，哇可以快啲学嗰招偷嘢啊！佢好多嘢偷啲小啲火箭兵团，好做咩喺度？哇哇哇！呢、這个火箭兵团有啲厉害，使用进化咗嘅精灵系唔同啊！可是乌龟盾面龙系更加强啊！弹弹弹弹 ，bang bang bang！ 点啊？吓，强化强制进化精灵居然输咗，终于赢咗啦！呢度嘅情况同我推断嘅有啲相似啊！跟我嚟，睇住啊！哇，嗰个玛典娜大人咯，系嘛？唔系希塔啊？火箭都利用咗啲机器啊？唔系啊，嗰、那个系雅典娜。奇怪的声波将精灵强制进化，那些强制进化过程中会令精灵受到巨大痛苦。之前有一集是讲这些强制进化的剧情的，这个呢会削减精灵的生命的。执行程序由基拉强制进化成沙基拉。噔噔噔噔噔，又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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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咩啊？好痛苦的样子，跟住就进咗化，系啦，进化沙基拉，果然好顺利咁进化咗。咁我继续进化睇下。进化班加拉肯定唔得啦，系嘛呢度 ？Good 啦 ，good 啦，又啦又啦又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哇！进化埋，而屈正俾我用啊呢、這个，果然嘅野外比较容易咧跨级强制进化嘅，不过系从空木实验室抢翻嚟稀有精灵，进化强制进化果然就系型啲，果然系咁啊！快啲阻止佢哋啊！估计打低嗰个头目就可以阻止佢哋实验啦。嗰晚废柴，连两个训练师都挡唔住，睇嚟咧我要亲自出马，就睇下经过强制进化嘅精灵有几强啦。班格拉，做低佢哋。哇，输啊真系，系嘛呢只？哇，哇好强啊！小心啲啊，你只班格拉好强啊，破坏力啊。下一个到你啦，靓仔。哇，波斯奥多拉。哇，呢啲大只嘅精灵打交就系有震撼力。哇，系真挚喎！灵马呢个唔系真挚咩？居然不顾及精灵嘅感受，将精灵变成呢个斗争嘅武器，呢一种残忍嘅事实，我系唔会事情咧系唔会容忍。咁啊点啊？我哋火箭兵团成为世界最强军团，呢啲实验系必须嘅。咁就由新组嘅训练师有灵马嚟制裁你。唔使啦，细佬成个目标已经达成啊！同你对抗咧，计划之外，我嘅同伴一定咧好心急见到结果，喺就翻去啦。我唔等啦，准备毒气丸、毒气弹啊！好，你走晒啦。好，走甩咗，眼白白睇住佢走甩咯。灵马大人，附近火箭队员咧已经全部撤退噶啦。知道啦，你先翻去遗迹调查啦。你真系一个勇敢嘅训练师啊！一人之力对付咁多火箭兵团，都系先自我介绍。灵马新组训练师，咩叫新组啊？我哋组织新组咧，为咗呢个世界咧能够变成一个理想和平之乡成立嘅组织。
世界变得和平咧，斗争系唔需要噶。为咗斗争而对精灵进行约束同埋强制其生长呢一种做法咧，冇法完啊！我哋而家目标咧系为咗揾世界变成和平自由居住地嘅方法。我讲太多啊，相信一定理解我哋嘅，走啦！哦，一睇下知又系啲唔知咩，到最后黐咗线啊，将目标啊变咗，就唔系呢一个讲法嘅。睇完事情咧解决啦，不过头先我好劲啊，两下就搞掂咗佢呢个班吉赖，去下一个城镇去36号。32号路咧有咩事封咗，咁我先去精灵中心啦。36啊，好，装置已经停止了。好，强制进化我都想要。36号喺边啊？睇睇先。36，哦呢度啊 ，OK。咁呢条路点样行？咁样落嚟啊？边度嚟噶呢度？哦，一开始嗰度嚟嗰度，一开始嗰个镇度，系啦。咦啱喎，我可以翻去攞埋嘢喎。我记得有嘢攞噶，喺一开始个新手镇。哦，波波，我未嚟就喷火龙嚟喎。好，你好，喂，我嚟呢个药业镇嘅时候，将个火球鼠整甩咗，整唔见咗，帮我揾火球鼠。即系捉俾佢啊！太有趣啲进化方式，有冇大珍珠好想要？教佢草系一个强嘅技能。火球鼠啊，头先见到有，啊我迟啲翻嚟再做，迟啲见到火球鼠之后再捉翻嚟咯。哇，有草系精灵，哇有草系精灵减、啊。奇异种子嘅话就太劲咯，但木手工又系太劲，咁就系呢只啦，又系。草苗龟咯，系，系咯，木手工，其实木手工都 OK 嘅，木手工木系，草苗龟啦，一个人照顾唔到咁多，睇下大菊花，我只系大菊花，迟啲进化就系变成大菊花，好，带上你嘅精灵咧周围走，话唔定有意想不到嘅收获，睇下我只草苗龟先，咩嚟噶嗰个？鲜制果咩？鲜制果咁犀利啊！携带后血量减低，下一次行动先制，哇咁犀利嘅！加密防减特工，哇犀利！呢个咧唔中意陌生人，呢个咩嚟噶？你知唔知啊？空塔君咧啊，呢个咩实际得力助手系女孩子嚟，吓女孩子嚟原来。奇异种子栖息喺呢个桐树林，小火龙喺个咩岩泊山，车里龟30号道路有明确嘅，谷草月35号道路，火球鼠咧暗黑洞穴，喂正、啊，哇好正呢啲，欧云眼漆黑喇叭牙塔卷尾猫游基拉咩的泊山六呢、這个圆绿沙连接洞穴，但系出现率非常低，天哑铃第三层夜晚极低出现率，似乎呢个笔记未做完。即交俾我做啦，跟住又话帮佢揾呢个图鉴，帮佢完成佢份功课。好，点解行一格就出一只怪咁黐线嘅呢个预力率？好，走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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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将个扩大装置俾草苗龟先，因为嗰只嘅泥鳅都应该够做。射万行就等等阵先啦，系咯，哇好烦，我想快啲买到嗰个喷雾，掹下水，有乜买掹下水呢度？冇潜水球，哇咁贵啲嘢买，喂正呢个，买住10支先啦，买到自己破晒产。呢度我之前行过未？好似行过，我记得。最近生病，水若雨呢、這个啊嘛，应该系嗰个咩支线啊嘛，冇记错。好，冇咩特别。跟住我迟啲翻嚟攞只火牛鼠换啦。咁而家我继续翻剧情先，继续剧情。36号到咯，系冇消失了。喂，馆主、啊，
呢个系珍珠钻石嗰个管主虫草系。最中意呢啲绿化城市道路，喺呢度可以闻到新鲜嘅土壤同埋绿草味。新澳地区八代市管主，难得咧放大假嚟成都啊！你系想要挑战俾呢个咧？其实总之正、啊，提高 20%， 虽然抗性好差，但有各种干扰技能，喺呢个实战中好容易呕心对手，从而咧喺对战中获胜嘅。知唔知咩叫呕心对手？即系麻痹、寄生种子、睡眠粉呢啲麻烦嘢。哇，有挡路。石板上有画，写住咩推咩退啊？对不起，现在新组正在调查遗迹。好，咁啊，咁你上沙，哎，来睇下冇得闲先，冇个封我路真系。总感觉咧，最近上头老是下一啲奇怪嘅命令。咩命令？好，呢、這个。热风是非常正的特经技能嚟嘅，用呢个咩补给好强，够完全形态精灵冇问题。我的波波叫小草妹，继续打交未啊？呢度就算植物咧都有活着嘅，咁咧偶尔都会有想要喐一喐嘅时候，都咩嚟噶？而家需要一只口外花，如果你有，可唔可以卖俾我？黐线，可以卖嘢呢度？大岩石有冇卖俾我？买下先，标 A 嗬，熔岩魔偶，独特嘅树汁，树汁系咩嚟噶？回20血，20血200蚊咁贵？呢个咧，你好，被岩石阻挡无法前进的情况遇到你，被锤击零6碎岩，得收到，但是一旦去好难记，好难忘记。Yahoo！ 我是新奥地区超强训练师麦可大人，你想挑战我吗？否，真系没劲。四步先，一睇睇佢嗰只念力图我就知一难打啦。呢只咁嘅嘢，试下咯。麦可大人，用一只精灵就够啦。16咧，收档啦，拜。我未死，我有正饭喎呢只嘢。好苗龟吸取 ，Oh my god！ 我竟然输咗，超强训练师先会再一两次嘅输啊！嚟再战，择日再战，我哋快跟上去锻炼。做咩喺度？突然有剧情嘅？阿典娜，36号到路嗰个野外强仔进化咧，实现非常成功，咁样就使我哋嘅火箭兵团咧有咗质嘅咩质嘅飞跃啊！呢一个都系你嘅功劳 ，K 先生。火箭兵团嗰啲有啦，之前啲对湾嗰阵都有啦。呢个唔系值得嘉奖嘅事嘅，我只系想睇下咧，建立喺科技之上嘅知识，可以改变原有认知嘅边一个程度啫。兰斯，咁讲你仲有尚未完成嘅技术，尚未成型。所有科技咧喺成型都系建立喺无数嘅实验之上嘅，所以我希望你哋可以提供更大嘅科研平台俾我继续研究嘅。当然所有令火箭兵团强大的研究，我哋都会全力 support 噶。另外，我哋三个人以及唔在场嘅阿波罗都一致赞成，等你个升职啊，做呢个火箭兵团干部。唔知道以下如何？既然你都咁认为我，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升职。好，咁由今日开始，你就我哋一员啦，同我一样有干部级嘅权限嘅。做一件事，野外实验结束之后咧，一个自称系新组嘅训练师跟我对上啦，实力唔差，同我哋干部级有得比嘅。我想知道个新组系咩料子？新组我有了解过，就系半年前突然兴起个组织啊！半年内咧迅速成长，不断吸纳有实力嘅训练师嘅。我记得系嗰啲蓝色制服嗰班友，佢哋就系新组，喺关东火箭兵团嘅支部嘅队个队员啊，曾经发现佢哋喺各处寻找一个石板嘅东西啊！石板 ，K 先生，你知道呢一样嘢？我唔系好清楚石板啊，不过对于未知嘅嘢我系好好奇嘅。对于新组呢个组织咧，假如佢不断壮大嘅话，必然会影响到我哋火箭兵团嘅，所以而家要多啲留意。另外 ，K 先生新嘅研究经费同埋设备都会即刻准备好噶啦，正好我都已经揾到新嘅研究对象。对于强大龙系精灵嘅强化实验，作为材料嘅启暴龙、快龙已经准备好啦。蓝斯都可以协助一下 K 嘅实验啊！我明白。咁阿典娜，你咪要去咗烧焦塔啊？
冇错，三圣兽最近咧招招塔会跃起嚟咧，呢一个系捕捉佢哋嘅好机会。我哋火箭兵团当中咧，并冇人咧可以成功捕捉佢哋嘅。不过出现咗一位特别嘅训练家，拥有极高嘅捕捉技巧，仲系把木大人嘅 fans 添。咁佢谂住利用佢嚟帮我哋捉啊三圣兽。打算以把木大人嘅虚名咧邀请佢加入噶，并将我哋收集到嘅三圣兽资料交俾佢，确保佢可以成功帮我哋捕捉三圣兽。拥有呢啲强大力量，我哋嘅实力咧毫无疑问会大增。嗰位训练家咩名啊？佢个名叫阿佛，唔识喎。点，冇意义，冇意义啊！我都按照你所做。咁海会完结，好。火箭兵团开个靓会会，知唔知阿劳夫嘅遗迹啊？大家注意啊！任何有关阿尔宙斯同石板都要多多留意，一旦发现即刻报告。调查我开始，大家开始跟上。而家边个嚟噶？新组成员哦，冇关事，唔好打扰啊！呢啲礼物都唔识，使唔使我教你啊？哇，使唔使啊？哇，未回血嘅咩我？车内血，哇，低能！车落只住一度先呢度，即系铺门车落。哇，好痛啊！黐线，黐线嘅使唔使啊？哇！冻结之风，哇！思念头取使唔使？不作死就不会死又。唉，最憎打伤打贱咗。好，继续去打死嗰班新组嗰班友先。呢、這个应该都系新组啦，系嘛？呢、這个门好似打得开喎。在我面前左行右做咩啊？唔好阻住做嘢，睇完先再收拾你。哦，森林蜥蜴啊嘛，一招啦，森林蜥蜴，俾睇下咩叫呕心嘅技术啊，技能应该系。呕心嘅技能就系呢啲咯，同你讲。呢个同你讲，草系最烦就系呢一种，疯狂回血，二千亿啦，吔屎啊！好，红爆弹回血先。高音飞叶，哇，好痛，黐线！再回，唔知啊！哇，痛到啊！哇，隔几呢度毒粉，喂，走一走先呢度。射万龙出嚟啊！替身出只土泥臭爆弹，哇，大镬！但唔计，而家死咗喺呢度。之后出月桂叶啦，条狗。哇，冇晒光合作用，食屎啊！思念头锤，诶，够唔够咗呢只？应该够啊！吸晒，唉，冇啦。哇，好难打啊呢啲。不过已经比之前嗰啲好好多啦，即系掉温嗰啲咧，咩不作死就不会死嗰啲，突然之间出一百呢嗰啲咧，一冇一百呢，应该有五十零呢咯，系咯。好，再嚟个。算都系打第二个，打呢个先。咁你睇下佢嘅犀利。哇，唔系哇呢只嘢。哇，黐线。光合作用先。光合作用。再嚟。毒粉。哦，慢慢。喂，食屎！佢咩嚟噶？佢咪果实啊？系啊，果实。哇！跟住出泥臭，泥浆爆弹，哇痛到啊！哇滚出，黐线噶又，点解会系呢啲噶？又系啲神兽级，嗰只算唔算系神兽啊？神兽生出嚟嘅，试多次先。唉，今次试下另一条牛，我唔想再试嗰啲，今次试呢个先。但系今次嘅调查可以俾我哋新组带一啲有用嘅信息。咦，呢个唔打喎，乖仔嚟嘅呢个。跟住同阿尔宙斯有关，呢个隔篱啊，咪咪摸摸做咩啊？呢唔打噶呢个，咁乖又。阿尔宙斯会唔会过嚟咧？万一中咗就唔好玩啦。莫非听到我会议对于埃大羞耻，会令你忘记？哇，双打又系 ，OK。
泡沫。哇，痛到黐线！呢度用蛇纹红啦，系。哎哟，中死一隻先。哇，系三合一磁怪，缩壳冇用啊，缩壳系嘛？缩壳先。圣火光束，玩完了又，哇，好难打。唔紧要，我升下呢先，下集翻嚟继续过嗰个遗迹打埋嗰啲人啊，因为我想打埋升埋呢啦，当系好。咁我哋下集再见，拜拜。